交通情况就比较混乱啊。如果你原本搭开的交通工具或者路线没办法通行，但你又不熟悉其他的交通工具的话，以下这个 Apps 就帮到你了。这个 Apps 使用上非常之方便，只要你输入了目的地，它就会自动列出不同的交通路线以及它所需要的费用和时间，并且可以提供只是搭港铁或者只搭巴士的方法，方便用家进行比较，然后选择班最适合自己的路线。除了港铁和巴士之外，它的交通路线都涵括了电车、渡轮、轻铁、小巴和红 wing， 也都可以被用家储存定平时常用的地点。如果交通情况出现了什么状况的话，亦都会在路线的这个位置及时通知大家。